看你看车里的这些捕猎选手们又看见了，都看见了啊，大头也看见了，都看见鹿了。老黑稳住啊，那是保护动物，你看不可以。这是我们前往米拉山口的国道，然后我发现了鹿群。老黑，稳住！哎，老黑，啊、哦，不敢！哎，不敢啊，老黑，不敢呜呜，一级保护动物呢，不敢啊，不敢！不要动它，这些是保护动物。哦，好漂亮啊！真服了，看到没？这就是见了野生动物的老黑。